小皮啊，这是谁的篮子啊？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嘛，是几只蚕宝宝啦。这是一个小朋友送我的，让我学着养蚕呢。很好啊，小皮啊，养蚕很有趣哦，可以观察它们一生的变化呢。可是要去哪里摘桑叶喂它们呢？烦死我了。别发愁，喏，眼前不就有桑树吗？你不是很喜欢吃桑葚吗？哦，原来这种好吃的小果子就是桑树的果实啊。嘿嘿嘿，这下子我可认得桑树了。哎，干脆把蚕宝宝直接放在桑树上面嘛，让它们自己吃桑叶过活，我就省事多了。不行哦，这样啊它们全都会死翘翘呢。因为啊，这种家蚕就像家禽家畜一样，在长期被人类饲养之后，已经没法子过野外生活了。别的不说，如果啊你要来的话，它们啊不但没有任何自卫能力，甚至连躲啊逃啊都不懂呢。哇，这么呆呀、啊、那么现在野外都看不见蚕哦？还是有许多野蚕啊，它们啊都是家蚕的远亲哦。不过啊，野蚕就不吃桑叶咯，而是各有各的专用食谱。像这种坐蚕就是一种爱吃栗树叶子的野蚕哦。哟，它的个头好大哦，而且浑身绿乎乎的，几乎跟叶子同样颜色，不仔细看还不容易发现它呢。嗯，坐蚕啊就靠这一身保护色才能够逃过鸟儿的注意哦。除了用体色隐身术之外，其他的野蚕还有别种生存法宝哦。譬如在身体表面长着瘤突、肉棘或是刺毛。哎呦，还真能吓唬鸟儿呢。嘿嘿，我觉得这些野蚕模样好像毛毛虫哦。它们本来就是毛毛虫嘛，因为啊它们都是天蚕蛾和蚕蛾的幼虫呢。哦，原来它们是蛾的幼虫啊，我还以为它们从小到大都长得这副样子呢。这么说蚕宝宝也是蛾的幼虫咯？对呀、啊、不然怎么叫做宝宝呢？它们长大羽化之后就会变成家蚕蛾。你见过家蚕蛾吗？让我想一想哦。哎，我见过天鹅吸食花蜜耶。家蚕蛾也会在花间飞舞吸蜜吗？不会，它不像天鹅那样飞行能力很强，还长有长长的曲管式口气。家蚕蛾啊不但飞不好，而且啊口气也退化咯。哇，没有口气那它怎么吃东西啊？什么也不吃啊。因为啊家蚕蛾的生命很短，所以呢这段期间它只靠幼虫时期储存在体内的养分就足够维生咯。嘿嘿，难怪蚕宝宝要吃得胖嘟嘟的，可是它拼命吃好不容易变为成虫了，却只活一下下，都划不来呀。怎么划不来呢？就在这一下下的时间里，它会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哦，那就是找个伴侣结婚，然后啊留下他们的后代。哦，结婚呐、啊这种场面我见过啊。那是一对鹿子鹅，他们就停在树叶上举行结婚典礼哦。对了，鹅是怎么找伴侣的啊？就拿家蚕蛾来说吧，因为雌蛾会分泌一种引诱雄蛾的特殊气味，而雄蛾呢它羽毛状的触角啊触觉很敏锐哦。如果一闻之下受到吸引了，它就会扑着翅膀爬过去和雌蛾交尾咯。
然后呢，雄鹅和雌鹅就会死了吗？没那么快啦，雌啊还有产卵任务要完成呢。产卵？哦，就像蝴蝶妈妈一样，在宝宝爱吃的植物叶片上产下一个卵。雌的家蚕和产卵可不会这么小气哦，它都是一边用身体尾部看看地方，一边呢抖动产道的窝壁，用力挤出一粒粒的卵来，总要生个四五百粒它才肯停止呢。四五百粒，哇，那不是堆成一座小山啦。堆成小山不会啦，鹅妈妈产卵很小心哦，每一粒啊都不会重叠呢。如果啊我们设计一个圆框，把鹅妈妈框在里面产卵，那么这四五百粒卵啊也会排成一个美丽的圆形哦。那么卵要怎么变成这种肥肥胖胖的蚕宝宝呢？小朋友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养过蚕的话，也许曾经观察过它的变化，知道蚕的一生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蛾，会经过四个完全不同的生态发育期。但是你知道它怎么吃桑叶吗？怎么呼吸呢？还有它为什么会吐丝啊？它吐丝结茧有什么作用呢？哎呦，这些问题我都不懂哎。相信啊很多小朋友都和小皮一样不懂哦。没关系，这会儿啊我们就从蚕卵开始来仔仔细细认识蚕这种奇妙的昆虫吧。嘿嘿，蚕卵的模样好像一粒粒的小米耶，陈姐姐得用放大镜看才看得清楚哦。好吧，让你用放大镜观察。看到什么了吗？就是一粒粒淡黄色的卵嘛。哎，还有一些黑色的卵呢，是不是坏掉了？不是啦，通常啊卵产下三天之后颜色就会慢慢变深咯，等到第九天整个啊变成蓝黑色的时候，蚕宝宝就准备孵化咯。它们啊会自己咬破卵壳爬出来，你瞧那些黄白色的东西啊就是卵壳呢。哎，怎么一只蚕宝宝都没看到啊，反而看见好多黑蚂蚁哟。你看看清楚吧，这些啊都是刚孵化的蚕宝宝呢，因为它们的身体表面生有许多瘤状突起，而突瘤上又长了好几根刚毛，使得它们看起来浑身黑乎乎的，要真像黑蚂蚁哦。所以呢它们啊又被称为蚁蚕呢。嘿嘿，可见我并没有说错嘛，我哪知道蚕宝宝会长得像黑蚂蚁呢，都怪刚毛太多啦。蚁蚕这一身刚毛啊有护身作用呢，而且啊也是它的感觉器官哦。等蚁蚕身在桑叶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它身上密密的刚毛啊也会渐渐变少咯。诶，蚕宝宝的身体果然变得比较白了耶。因为啊连吃了好几天的桑叶，身体就膨大起来啦。于是呢皮肤上原有的皱褶全被撑开了，而刚毛呢也会分散开变得不明显了，所以啊你会觉得它们看起来变白了。诶，有只蚕宝宝不吃桑叶光发呆好像生病了。别担心，它没有生病，只是准备要休眠咯。陈姐姐，休眠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睡觉的意思嘛。不过啊蚕儿睡觉跟我们不同哦，它啊并不是每天睡觉，而是吃了两三天或三四天桑叶之后会自动停下来不吃了，
然后啊一动也不动地进入休眠状态。他这一睡呀、会睡上一整天呢。我知道了，睡一场大头觉，让肠胃休息休息，等睡醒了又有胃口大吃当夜咯。其实啊，孩儿休眠的目的是为了睡皮哦。你瞧哟，他干嘛磨磨擦擦扭来扭去的啊？不这样扭扭擦擦，他怎么脱掉紧紧绷在身上的旧皮呢？弹儿的皮肤构造就像蟹壳一样，很坚韧却没有弹性。于是呢，随着弹体的长大，皮肤上的皱褶也慢慢伸展。等到全身开了，并且啊撑得紧绷绷的时候，弹儿就会入眠咯。这时候啊，在他旧表皮的内侧会长出比较宽松的新表皮，同时呢，绷得太紧的旧皮也会在头部裂开了。弹儿啊，只要向前蠕动推进，很快啊就可以脱囊而出咯。嘿，好有趣哦！竟然穿着新衣服从旧衣服里面爬出来，而且个子也长大了。这会儿啊，它又增加一零咯。零是什么意思啊？零啊，是指我们体坛宝宝计算年纪的单位，他们啊每经过一次休眠和睡皮就会长大一零哦。那这是几零蚕呢、这是三零蚕。三零蚕啊，它会连着吃三天多的桑叶，然后呢睡一天觉，换一件新衣服变成四零蚕哦。哟，四零蚕的个子又比三零蚕大一些咯，看来蚕宝宝吃下去的桑叶都没有浪费呢，而且啊他们的牙齿一定很锐利哦，才能连吃好几天桑叶都不嫌累呢。小皮，你应该说他们的口气很锐利，因为啊蚕宝宝是用咀嚼式的口气来啃食桑叶的。它的口气主要呢是由上唇、大颚、小颚和下唇四个部分构成的，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大颚咯。蚕宝宝啊就是用这两个黑色锯齿状的大颚来切咬桑叶呢。哎，如果给它吃别的叶子它也照咬吗？那他可没兴趣咯，因为啊七千多年来他们世代相传都是桑叶做食物，所以啊蚕宝宝对桑叶的气味很熟悉哦。气味这么说，他不是用眼睛来辨认桑叶的哦？可是他的眼睛长得挺大的耶，怎么不灵光呢？你看看清楚吧，那是它长在胸部的两圈眼状斑纹呢。它的头部啊就长在胸部的前面，小小的头壳是褐色的，两边啊各有六粒小黑点，那才是它真正的眼睛哦。两边各有六粒，哇，它有12的眼睛哎。可惜都是单眼，只能分辨明暗，却看不见任何东西哦，当然也不能辨认桑叶了。那它是用闻的咯，用鼻子闻桑叶的气味。你说对了一半，蚕宝宝啊的确是凭着嗅觉来辨认桑叶的气味哦。不过啊它没有鼻子，它的嗅觉构造呢是长在小颚上面的，另外啊它的小颚和上唇部位还有味觉器官呢。啊，没有鼻子，那它怎么呼吸啊？用气孔嘛，来，让你透过放大镜看看气孔吧。哟，模样好像一个加了黑框的圆窗子呢。这啊，就是蚕宝宝呼吸的通路，空气啊，就从这里进入它体内的气管做运行哦。它身体两侧啊总共有9对像这样的气孔呢。
哇，如果我有那么多笔筒的话，就太美了。你要那么多笔筒干什么啊？没有用嘛，还不如啊多长几只脚跑得比较快。来，你看蚕宝宝身体下面啊就长了八对脚哦。对哦，嘿嘿，它这些脚丫子样子还不同哎，功用也不同啊。就以它的三对胸足来说吧，因为末端长有爪子，所以啊吃桑叶的时候正好用来抓住叶子，就像我们的手一样好用呢。不过啊，当蚕宝宝爬行的时候需要用腹足咯。哎，腹足上没有爪子耶，看起来好像肉垫哦。你再用放大镜仔细看看，毛末端是不是长了许多长长短短的小钩爪呢？嘿嘿，好像是哦。那小钩爪是用来打架的吗？好脾气的蚕宝宝啊才不会打架呢。你没看见吗？那些小钩爪的前端啊是向内侧弯着的。所以呢，蚕宝宝的四对腹足和身体最后面的一对尾足主要呢都是用来走路的。另外啊，这五对脚还可以帮忙站稳脚步，固定身体哦。那么蚕宝宝的背上最后面的地方翘着一个小尾巴是做什么用的啊？哦，这是一个肉质的小尾角啦。小尾角啊有警戒作用哦，它平时都是挺得高高的，如果受到干扰的话就会斜下来咯。还有啊，当蚕儿身体不健康的时候，它也会变成褐色呢。嘿嘿嘿，还好尾角只有一个，不然就变成五多了。五多什么意思啊？嘿嘿，现在啊只有四多啦，我说给你听听哦。它呀单眼多，气孔多，脚丫子多，还有吃的多。哎呦，干嘛那么小气啊？虽然蚕宝宝从蚁蚕开始吃桑叶，一直吃到武陵蚕的末期，也就是熟蚕的阶段，总共啊消耗了将近20公克的桑叶，但是很值得啊。你瞧，一只熟蚕的体重啊要比一只蚁蚕增加了10000倍呢。哇，重那么多啊，我看我也改吃桑叶吧。陈姐姐，请问熟蚕是什么意思啊？小皮啊，所谓的熟蚕呢，是指蚕宝宝经过四次的休眠和蜕皮之后，一直发育到最后一龄，也就是第五龄的末期。这时候啊，它又停止吃桑叶咯。而且啊，身体会缩得短短胖胖的，还有些透明，表示它发育成熟了。这啊，就是熟蚕。那么接下来熟蚕是不是要化蛹啦？对呀、啊、不过啊，蚕宝宝和蝴蝶的幼虫不太一样，它在变化成蛹体之前还会先吐丝作茧，所以啊最好先替它找个适合结茧的地方。像这种格栅状的茧簇就很适合让熟蚕结茧用哦。你看有些熟蚕啊已经开工咯，先吐丝织个轻巧的安全网作为支架，然后啊它就待在网架里面，把头做八字形或是 S 形的摇摆，同时呢从它的吐丝孔里面不断地吐出丝来，并且啊一层层地编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，把它自己整个包裹起来呢。它为什么要把自己包在茧里呢？不怕闷死吗？放心吧，茧是很透气的，而且啊它的内层光滑细软，外层却很坚韧，真像一座碉堡似的，可以保护柔弱的蚕躲在里面安全的化蛹啊。哦，原来茧是一种防卫措施啊。陈姐姐，结一个茧要用好多丝线耶，
然而把丝线藏在哪里呢？又用什么方法吐出来呢？丝线啊，全都藏在蚕儿的身体里面哦。不过啊，它原本是一种由桑叶转化而成的液态混合物。那么蚕儿为什么会吐丝呢？这啊，需要研究一下它体内的构造咯。原来啊，在蚕的身体里缠绕了两条绢丝线，一起啊汇合成一条吐丝管，直通到蚕儿的下唇吐丝孔。于是呢，当液态混合物用很快的速度一路挤压摩擦，然后经由绢丝线从吐丝孔射出去的时候，一接触到空气立刻就硬化成丝了。蚕儿所吐的天然丝就是这么来的哦。陈姐姐，蚕茧做好之后，蚕儿是不是就要化蛹了？对呀，它会先在茧里面休眠两三天，然后脱去幼虫皮变成蛹。如果啊，我们在这段期间打开蚕茧，喏，就有机会看看蛹的模样咯。那么蛹又要怎么变成蚕蛾呢？哦，这啊要经过十几天的酝酿咯。它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会慢慢转变成蛾的器官，然后啊脱去蛹皮，再分泌一种褐色的茧性液体，把茧层软化。最后啊，它用头顶破茧，用脚发开洞，露出蛾的面貌啦。嘿嘿，这会儿可怜的蚕蛾又要开始找伴侣咯。小皮啊，其实蚕儿吐丝不一定为了节俭哦。那吐来做什么呀？哦，可以荡秋千呢。意思差不多，不过啊，不是为了好玩哦，而是为了方便移动。这样啊，蚕宝宝就可以到处吃桑叶咯。这倒好，不会迷路，也不怕摔着。另外啊，蚕儿在休眠之前还会先吐丝，包住自己的腹足和尾足，这么一来啊，睡皮的时候就容易多咯。看来蚕宝宝还挺聪明的嘛。岂止聪明，它嘛还很能干呢，看看蚕茧就知道咯。各位小朋友，养养蚕吧，自己做观察更有意思呢。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再见。